变小生活求家己的利益，破坏生活求家己的利益，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。你若永远袂无去，因为咱所在的无完全，最先知也无完全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言行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因为咱呾对行得看，步步无闲。我呾所在无完全。现今所做的就是信、五安、仁爱这三项。
放心。我念何乐感谢心来进入你的圣殿，恳求圣神即时甲阮同在，我念谦卑顺服主的心意，虔诚敬拜三位一体上帝。在文殿中有应允上帝无限的慈爱，愿咱用纯洁的心，亲像婴仔，渴望父母的疼惜。凡事愿对主所领受，也感谢上帝。以及主耶稣基督，愿你到世间找寻咱失迷的灵魂，甘心为咱每一个人来承担这罪恶，和所有的刑罚并到主耶稣的身上。这是表明上帝是公义、怜悯主，也是信心和真理主。而现今的世代是充满贪婪、欺压、诡诈等这类种种不义。到处充满这食品的危机、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、核电的问题，当成婚姻多元化、成家这案件种种的这的问题，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和烦恼拢带到上帝面前，嘛对主来真理甲听，会改换每一个人的心，多多就是倒转到伫主耶稣基督内面。用主的心意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，所有的恩望和拯救，恳求你看顾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北韩、印尼等这些回教国家的基督徒，因为因的性命和家庭面临真多危险、分别和艰苦、地教家和人亡的悲剧。恳求上帝听我的祈祷。无受管束、受艰苦、迫害的弟兄姊妹，拯救你的百姓，和因脱离一切的灾难、甲困苦、甲艰难，坚固因的信仰，佮守住困难、智慧、扶持万民。感谢主，你听我的祈祷。今仔日是感恩节，除了用感谢多乐无衰心，我也要用伫主内面的听。我听来加感将种种一切，以何西中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听。无过是我，无过是我，我内心所怀的只有耶稣本身来听。愿真理、公义、怜悯、甲听，永远伫主国度内面，将一切荣耀、荣耀拢归于至高上帝。愿主降临，愿所有敬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恳求，阿门。